重庆爆竹声声，大江南北万家团圆，祖国到处欢歌笑语，神州大地锣鼓喧天。道一声过年好，把祝福传递。喜迎门看春来早，共度良宵。欢歌涌动送金牛，瑞虎迎春献吉祥。亲爱的观众朋友，全国的戏迷朋友们。 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正在收看我们晚会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电视台2010年春节戏曲晚会的演播现场。今晚是送旧迎新的除夕之夜，也是万家团圆的幸福时刻。此时此刻，让我们与电视机前的您相约，共度美好时光。在这里，我们要向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问候。过大年看大戏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啊。那好，那就让我们抓紧时间，把欢庆的锣鼓敲起来，把年三十的大戏唱起来。换褂子溜，开门不？溜溜子换，开门栓。用手开门来看，戒指间当家里穿呐，啊，张会换呐。上屋的人，下屋的人，我夫妻二人去看灯，又劳你们照应门，看灯回来咱呀，啊，咱感情啦。 不觉来到汴梁城，夫妻二人城门紧，抬起头来看呐，啊看花灯呐。东也是灯，西也是灯，南也是灯来北也是灯，四面八方闹啊啊闹哄哄啊。那郎自羞愧，无理由。往日的荒唐，你莫再提。你我的情缘，谁能比？ 这又难离，悔恨眼观流泪眼，断肠心事我来记。伤心在上无名氏，身临见我李隆基，在天原为比了，在地原为连理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虎年威风，虎虎生威，阖家欢乐，事业发达，身体健康，虎啸强锐，长寿长乐，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希望大家春节愉快，阖家欢乐，给大家拜年了。拜年。 腾腾庆生平，锦绣江山万事兴。牛尾虎头好年景，满树的果子数您红。有请母后。老太后请食。 我说这大年下的不唱两句儿，听两口的就没年味儿。对，让他们把这戏单呈上，挨家点戏。哎哥，您请。胖和尚，你的事儿来了啊！给老夫爷拜年啦！哎呦，这是什么味儿啊？回太后，她这是河南话。哦，河南嘞，河南嘞。 用河南话报喜名儿，中，来，哎呀，我给老佛爷预备的有，四郎探母二进宫，那么火烧战船借东风，北学北变北宫宫，那么关灯祭灯带顶灯，花木兰那个穆桂英啊，红娘西厢放一厅，玄气东升高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打烟囱，打城隍，也打邓州，打绵岗，打包小镇，打王梁，然后打小汉昌，黑个棒打武青郎，打金枝人马丁点，曹正茶骑摩羊圈，脑波上官老九点的武松，打虎背蛇转，抬花轿甩大鞭，三步也一钢船，古关斩六将，擂鼓传子担太阳，黄鹤楼城门坡，西四炮。 沿着沟，后续的马上爆破，只见雷光是一桌，船头回，船头动，最后再祝老夫爷虎年吉祥，岁岁安康啊！哎呦，我怎么听着是牛得草的味儿啊？这牛要是得了草啊，给金子不换。母后，这可是豫剧名丑，金不换。对。 赏他把草，一边吃去，一边吃去。好，谢太后，谢太后。有请于派老生王佩瑜老板唱《四郎探母》。过瘾吧？嗯，这听着这舒服呀！照这样的，给我上。上。这听得胃里呀、暖洋洋的。嗯，老佛爷高兴。嗯，照这样的给我上。有请高派老生倪茂才老板唱《桃花宫》。 棍儿啊，还有没有再来点刺激的？您要听刺激的啊？哎，有倒是有啊，这个大年下的听那玩意儿都不安全呐。怎么了？哎，不是，就怕那位老板嗓子眼儿舒服了，您耳朵眼儿不舒服啊。这倒新鲜。哎，哪位老板呢？雷老板。 雷老板上啊，这有请雷老板雷一段铡美案。 他这个叫噪音污染，不符合哥本哈根精神。母后，儿臣是给您唱的呀。有谁也不行，这耳朵啊受不了。哎，我说棍儿啊，今儿个咱不能收在雷老板这儿，哎，上点好的，往回找找。这太后有旨，虎年大吉，有请马丽杨少鹏老板唱《珠帘带》。强更奥妙，把太保人是偃月刀，就太保双剑耍得好，压得个秦叔宝，是太保双手能打火龙标，是一太保虽然他年纪小，一把刀比一把高，哪怕那黄桃边来跑，不与他抢个抢来。刀对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在不同的山山水水当中，孕育着不同的地方剧种。同样，不同的风土人情又赋予了各个地方剧种独特的魅力。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了一方艺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国的地方戏曲，无论是新编戏还是传统戏的创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喜庆祥和的气氛当中，就让我们在南腔北调当中去感受戏曲艺术的多姿多彩吧。说一句贴心。想，他亲们老和少，定力少我想，切莫说他亲们都把想讲，风言那节不带那令，三公六院龙子龙孙，皇亲国戚。 少我想，世上人哪一个不敬仰？私通为国，你是忠良。落一个贤孝，美名万传扬。私通，你是个贤良啊！ 啊！想想，喜喜亲亲，喜心赞赞赞赞，喜喜的红鸾袄，香罗带儿，八八四四，天天袅袅，飘飘洒洒，洒洒飘飘，情绪摇。头上戴的几身草，脚下金莲不顾脚，秋夕檐上藏老调，天香罗锅身，随风飘，随风飘。是从2001年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开播以来，就一直得到广大戏迷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在这里，我们要借此机会，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戏曲频道的广大的观众朋友们道一声新春快乐。 说到戏曲观众，今天我们的现场就来了许多的戏迷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边呢是我们空中剧院方阵，欢迎你们；这边是过把瘾的方阵，欢迎你们。既然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观众，哎，张哲，我建议，要不咱们在现场跟观众来互动，玩个游戏好不好？好啊，那咱们怎么互动呢？ 你看，今天是大年30、除夕之夜，咱们中国人啊，在过年都讲究是贴春联、对春联，咱们就在现场跟观众来对春联，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啊，那我就出上联了，上联是空中剧院看大戏。好，空中剧院看大戏，由哪位观众来对一下下联？强强联合要银屏。 不错不错，真是不错啊！好，强强联合呢，正是空中剧院栏目的宗旨之一，也得到了广大戏迷朋友们的喜爱和支持。好，感谢这位现场观众，还有谁要来对春联？哪一位？啊，这位好。这位，梨园群芳沐春风。我的下联是天涯海角共知音。我的下联是神州舞台抒豪情。好，然后我再加一句横批。 虎年大吉！就听信无辜。